在这里获得正果，如果不能，就永不起身。大地震动，沉睡中龙王被震醒。如此地动，曾经有，是为如来出世故，如今祥瑞又出现，必有世尊现眼前。菩萨足见处，地阶六中阵，发大声远音，我闻眼开明。又见虚空中青雀绕菩萨，瑞云极仙应，香风甚清凉。此菩萨瑞相，悉同过去佛，以是知菩萨，必定成正觉。过去诸佛于何等座上成就正果？当于草殿上。33天之主释提桓因知道了太子的心意，从天而降，化作农民，抱着吉祥草朝太子处走来，边走边说道：探知太子成正果，急需无上之宝座，因此变身名众相，吉祥草来大布施，希望以此功德故，使我远离三途苦。不知阁下手中为何物？此为吉祥草是也。我正要冲破种种不吉祥而获得吉祥，此草名字正合我意。很好，能否将此草布施于我？当然可以，希望您能够成就正果，之后前来渡我出苦海。你凭借如此功德，一定可以获得大福报。此时净居天和四天王天的天人欢喜说道：太子一定可以获得正果，前来渡我等。太子一定可以获得正觉，我等受了度化，就会远离诸苦。
化自在天魔王孤寻郁闷说道：之前我用神力影响进犯王，让其用五欲来动摇悉达多的出家之心，结果失败。而今我用神力影响悉达多沉迷苦行，结果仍然失败。这个悉达多如果成了正觉，就会广度众生，直接超越他化自在天，那么我这里的天人没有后继之人，这该如何是好，如何是好啊。您这是为何而苦恼？我见那悉达多即将成就正果，如此将广度众生，直接超越色界，那么他化自在天将后继无人，不会让他得逞。太子拥有大威力，冲破无明越三界，神通无限，智慧高，我劝父王莫作恶，自取其辱，后悔迟。王不知为何不乐。那瞿昙沙门已经获得神通，阵法为铠甲，自在为强弓，智慧为利剑，要调伏三界众生，让他们超越三界，到时候恐怕我这他化自在天便没有天人了，那么我这个魔王也没有用处了，所以我要搅扰瞿昙沙门，可是你们的兄长劝我莫做，哎，你们怎么看？我姐妹三人号称御界第一女，我们真不信还有这样的男子。父王莫恼，我们愿意去搅扰那瞿昙沙门。好，我们这就动身前往。瞿昙沙门，我这五欲之剑就连大自在天都怕上三分，如今你身为刹帝利种族，却出家修行，要度一切众生，现在你从坐起，我便饶你，否则定然让你一剑穿心，万劫不复。太子面对波旋威胁如如不动，
门下，明英明神武，天人敬仰，而且即将获得正果，成为世尊。如此尊贵，需要我们三姐妹服侍在旁，您说好不好嘛？儿的，只因毫目微善，而投生他化天，成为波旬之女。如今，不知天人无常，竟然自以为美丽不可比。殊不知，尔等悉皆四大组成，涕泪横流，粪尿满肠，手不可耐，还不速速离去？否则，造恶无限，堕入三恶道，不得脱身。魔王三女儿气得咬牙切齿，之后变成了老太太模样，狼狈逃跑。我当年在雪山之中建设大自在天，连他都心怀恐惧而退失善心，如今却拿瞿昙毫无办法，连我那天下无双的女儿怎么蛊惑都丝毫不能够改变瞿昙的心智，更不要说让他产生爱或者是恨。看样子，我应该再用其他方法来威逼利诱，让其就范。你如果对人间的欢乐都不感兴趣的话，今天就跟我一起上天去吧。我把我的王位和一切上妙器具都给你，让你享受那无极之乐。